磨合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模具磨合时间为一小时，提升速度为50，磨合一小时，机器运转一小时，这个速度自动速度可以提高50。下班停机，这个为总电源，为电源，电源开关，摁下电源开关，机器断电。断电之后，这个刀板往回倾斜，倾斜以后上班，打开电源，需要手动。手动将刀板点动垂直，这上面需要清零，完事清零，每次上下班都得需要操作启动。它每次切的这个钩长短长度就是一样的，你需要这个多长的网，需要用卷尺量一下，从这个位置量一下，量到一米的话到这个位置需要数一下这个弯数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3对，13排，需要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3排。10米的话，你就在这上边排数设定着，设成130，10米，1米13，10米130 ，Enter， 130就 OK 了就。每次到米数，它自动这个就不弯边了就。不完边，这个是倒数了。下一个接着玩。